麻记者王英诗，我人现在在日本东京。来到日本，除了拉面和寿司之外，其实日本也有许多有特色的咖啡馆。跟随今天吃什么，一起走吧。好不容易来到东京，怎么可以不到好吃的咖啡馆朝圣？千万别小看这个摇摇欲坠的松饼，它可是日本赫赫有名的 Graham 舒芙蕾松饼。想知道它可不容易哦，因为店里一天只售卖60份松饼，分成三个时段，每个时段只卖20个。要注意的是，店员会提前一小时开始派发号码牌。时间一到，舒芙蕾松饼上桌咯，赶快趁热拍照，因为周围的空气会让松饼慢慢垮下来。松饼看起来软绵绵，但其实非常 Q 弹，就连刀子都无法轻易切下去呢。搭配餐馆特制的牛油和蜂蜜，吃起来真的入口即化，让所有排队等候的时间都显得值得啊。哇，好美哦，千万别怀疑你的眼睛，这些精致的小玩意儿可不是摆设品哦，它们可是货真价实的甜点。日本的 Q-POP 品牌原本只售卖长得像甜点的首饰，过后又开设了咖啡馆，以饰品主题来制作甜点，个个都可爱的让人傻傻分不清呢。况且啊，他们可是好看又好吃哦。我点了秋冬限定的 Jewelry Set， 绵密的梨子慕斯蛋糕，包裹着由新鲜果汁调制出的内馅，只需一口，口腔就弥漫着果香。搭配冬季限定的俄罗斯橘子茶，茶的淡淡苦涩更能带出甜点的滋味，让人体验到幸福的感觉。长长的队伍究竟在为什么而排队？原来是为了扎古扎古泡芙。可别小看这长相普通的长泡芙哦，它可是外酥内绵密哦。你看我吃到扎古扎古声，就应该猜得到它的名字由来了吧。咖啡爱好者一定不会错过到 Blue Bottle 咖啡馆朝圣。Blue Bottle 源自美国加州，东京是它唯一一个在亚洲有分店的国家。它的特点在于现场炒制烘焙咖啡豆，从烘焙开始到冲泡好上桌，都坚持在48小时内完成。店里的招牌在于开放式吧台，让客人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亲自冲泡你的咖啡，最后再叫出你的名字，亲手将咖啡交给你，让你体验到这真的是专属为你调制的特调咖啡。我点了招牌 Latte， 集合这么多心血的咖啡，滋味当然不在话下啦。冰淇淋卷不稀奇，但是日式冰淇淋卷你吃过吗？东京的 Ice Tokyo 咖啡馆就是以日式冰淇淋闻名，相信在日本之外是找不到的哦。我点了招牌的黑糖豆粉红豆口味的冰淇淋卷和焙茶泡泡茶，豆粉让冰淇淋更加爽口，推荐大家跟我一样在冬天吃冰更加爽快哦。最后要介绍的 Harry's 咖啡馆，饮料好不好喝从来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些可爱的小滋味。餐馆一共有几种配套，可选择逗留30或60分钟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刺猬的眼睛不好，所以拍照时记得不要开闪光灯哦。如果你怕被刺到的话，不妨戴上手套吧。喜欢东京的你，又有哪些好地方可以跟记者分享呢？